另外就是说，有一个台南市民要求，一个有什么示范的。
现在都没有再发生到什么大型经济失窃的案件。
交通秩序保护这些协同上下桥安全的这个物资都很多人在从事这一方面的长期。那么啊，接下来就是说，交通的这一部，那么上面的这一个区块就是说所谓的叫做卫生驾驶来，一般我们讲说飙车族这一部分啊，那我们事先的先到啊，然后再来就是时钟啊，用比较优势的警力啊来强力来处理啊，那么事后对于这些啊有参与飙车的来做辅导的工作，那么三年多来我们可以讲这方面的成果相当的优秀。那么对于这些有参与飙车的人啊，这个辅导啊，不整三级啊，从高度关怀、中度关怀到低度关怀啊，我们一个礼拜一次，或者两三个礼拜辅导一次，或者说每个一次，那这个分别有没有分机长啊，或者说骑车师还有警察同仁啊，他们家里面啊，去跟他家长沟通啊，做关怀啊，还有就是安排一些正当的一些那个活动啊，让他们来参与啊，包括运动啊，或者说到那个DON 啊等等去做一些那个义工啊，或者进摊啊、进山等等这一类的有意义的活动啊。那么从101年到103年，我们关怀的对象啊，已经从366个啊，慢慢的现在减缩到剩下只有66个啊。那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是当然几乎在每一次的这个治安规划都会做考核啊，也会有深度来了解这一方面工作，所以各位全部非常的重视这一方面工作。那么在连接的部分，我们对于辖内的一些像重要的交流道、永康啊、仁德的交流道，或者说市区各风景区的景点，还有像安平地区等等啊，各路口啊，我们除了我们警察以外，因为我也很感谢我们移交还有协助的人啊，来协助来疏导整个交通秩序，所以在这一个交通疏导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啊，也一直获得我们市民对我们的肯定支持。那么接下来啊，第四部分就是说在新案的这一部分啊，这个是从合并成立以来啊，也可以从在之前啊96年的刑案啊，全班刑案的发生数啊，从37205啊，一直到现在剩下24632啊，这发生数啊，这个都是有数据有根据的啊。另外这个就是切到案件发生的很多事啊，然后这个是重大刑案啊，这些从可以数据的可以看到，可能是你知道这几年来大家不断的努力啊，确实有很大的改善。那么这个就是查获枪支啊的情形啊，还有扫黑器啊，这些数据也请各位媒体朋友多参考。那么在这一个是有几个指标性的重大的案件啊，像前两个礼拜啊，我们才破获一个在发生在1996年啊，7年多以前啊，有一个那个金丝加工厂的那个老板跟他的会计啊，被人家杀死了。那么经过这7年多，一直都没有侦破了啊。那我们获得线报以后，那经过积极的来侦查，这个线报的承认了啊，这个就是你承认7年啊，侦破能够造成。那另外这一个是2023年24号有一个西郊的一个往生的一个年轻人啊，这个案子其实差不多3个多小时啊，就去过这个新交的这个线报，这个随机杀人，这个是在我们来讲，这个是非常对治安的这个危害是相当的大，大概3个多小时就查获了。另外这一件呢，就是说小朋友在那个电玩店啊，结果后来被一个那个嫌犯啊，把他押到那个电动厕所里面啊，把他杀死。这个案子差不多9个小时就侦破。那另外这个案子是越南的一个疑似庙庄啊，那被害跟他先生到台湾来谋杀啊，那后来因为夫妻感情生变啊，就后来被他先生杀害了，同时啊，其实他这个案子啊，应该是杀害的地点是在淡水，地址也是在淡水。
前提，而且获得那个嫌犯难逮，获得不胜任罪啊，对我们那个侦查队长的报告评估嘛，非常后悔啊，然后也把其他的这个尸体的部分啊，也跟我们讲埋在那地方，也先把它挖出来了。另外这一件呢、啊，就是一个刚刚提到那个自行车割骨的命案啊，这个案子我们大概是经过十几年的侦查的。这一件呢、啊，因为刚好发生的时候啊，在12月24号。认真。